现在看起来，好像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。什么样的人啊？先生，您的酒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我说了，要让你见过真正的好，是因为 whisky 的浓烈，就会觉得其他酒寡淡。吃惯了冷餐，就能戒掉重口味。觉得拘束的衣服，每天穿，就会和皮肤一样，长在你身上。你这是在改造我啊！我是想珍惜你，我不会浪费和你一起的每一秒。 幸好，幸好什么？幸好我坚持了这么久，等来了你。Cheers。Cheers。